个半场啊，我们也小小来回顾一下。其实呢，今天从一开始啊到现在，我们总共分了三个阶段，特别在第二个阶段呢，我们也献上了我们在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也就是我们夏至艺术节的开幕表演啊。我们原汁原味、原封不动的搬到了我们的冬日天灵宫，希望呢能够来跟大家也一同的来做分享啊。那么在今年呢，可以说对我们凤鸣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我们在四月底的时候呢，出行到了我们的日本，进行了我们的宗教、音乐、文化的交流，也在我们取经的过程中有了满满的收获，回到我们的家，并且呢将这样子的音乐成果展现在我们的每一场演出当中。另外，在我们5月29号的时候，我们也前往了我们的密州妈祖祖庙哦，来到我们祖庙呢，也是将我们的妈祖的文化呢，提供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音乐的里程碑，能够传承到回到我们的台湾来，用一个崭新的形式哦，在这边做一个接轨，并且呢，继续的创新，在我们不停的为神明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是吸取了满满的养分。那么呢，在6月底的时候呢，我们也即将哦，有这个艺术夏至艺术季的那个开幕演出。那么呢，因为今年呢，四个不同的都市来共同举办的夏季艺术节，也可以说是相当重要哦。因为我们今年是A线的杰出演艺团队，我们也担任了开幕演出的算是楼主的一个概念啦。那么呢，也将这样子的演出搬到我们的乌日天灵宫，我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么在刚刚呢，相信呢，又有一些朋友有拿到我们的手作文创小物哦，都是属于我们凤鸣斋，我们有会楼的哦，这个有凤鸣斋的这个认证哦。那么也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文创小物来跟大家结缘，在今天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们要再度的来恭祝我们的正一张辅天师圣诞千秋万寿无疆。那么即将迎来我们的最后一个半场了，其实今天的我们的三个不一样的这个场次哦，三个不一样的阶段，我们都准备了相当特别的节目要来送给大家。那么呢，在刚刚我们的夏至艺术季，其实已经有相当多的乐手老师都有将我们的都门绝活来做一个完整的呈现了。那么我们说好了要越夜越美丽哦，在最后这一个半场，我们也即将来献上我们最精彩的音乐节目哦。那么呢，首先呢，刚刚我们在前面有听到今天的指定曲《新贵妃醉酒》，我们的演唱人静心儿哦，也为我们带来相当精彩的这个《新贵妃醉酒》哦。那么在这个半场呢，我们也要由静心儿来做一个开头哦，来为我们带来相当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时间交给静心儿。好的，在我们最后一阶段的演出当中呢，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跟着我们凤鸣斋一起嗨起来，好不好？让今天的整个全场嗨到最高点。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第一首歌曲，我也希望大家如果手机有手电筒功能的话，可以打开来一起帮我，像那种人山人海的灯泡一样，好吗？是现场大概10万人，让我以为我在小巨蛋，是现在300万人都聚集在我们的这一张天府，我们的辅天师哦，对，没有错。好，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第一首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也希望大家打开你们的手机手电筒功能，一起跟我人山人海的唱完这首歌曲。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了。
质感。没错，是是是，是不是相当精彩？首歌的时间呢、哦，刚刚没有录到的朋友们哦，可以在下一首歌曲的时候来把握机会了。好，没问题。接下来带给大家第二首歌曲，希望可以跟现场的朋友、大朋友、小朋友做一个小小的互动哦。那大家都知道，在去年或者是这几年当中，有非常非常多很红的歌曲，大家一定有听过这个《刀马旦》这首歌。不过这首歌其实它已经很久了，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的李玟 Coco 以及我们的邓紫棋把它拿出来翻唱，做一个两个天后的结合的一首歌曲。不过今天呢，只有我跟天后在现场，所以我很抱歉。那我今天就是李玟 Coco 加邓紫棋，因为你要那个左右脸这样子变。希望大家都可以梦想成真，为大家带来这首《刀马旦》。